太脏了，但我觉得啊，哪个来？那是不是北角帮我退掉的？北角退掉的。来多一只炮哦！你坐坐坐坐，太糟了！对对对，你赶紧坐坐坐，慢慢去忙着坐坐，给他唱歌。我过来没啊？我过来。啊，这我过来，你去办了吧？能办了。来，你这人家听我讲话哦，这包是那个菜头粿，伊用蚵仔做，你甲食看嘛，够香的。这一包啊，百三两包鸡啊啦，我免鸡啊啦，两包咯。两包。三包给你。四包一包存五十，我五包一包存四十，就一家你学了新技巧，都够一包，这两包啊，两包了，来两包一个啊，过来买只萝卜糕无，蚵仔做的，足好食，你食看嘛，有够香，比原味还好食，过来买只来无，来你买袂过试食看嘛，一包试食看嘛，来一包啊，来只啦，你买一包好食看嘛，这三包一包，人家真正免考虑，有够香的，啊，唔免搁淋什么豆油膏啊，这本身就做味啊。各位食一包就看卖咯，而且你食看卖，真正好食。哎，好吃啊！蚵仔粿，菜头粿，菜头粿，蚵仔粿，你食看卖，袂有你失望。我的产品哦，来，多少块？一包嘞。各人要食菜头粿无？无啊。哎，一包哦。有啊，好啦。再来帮我包包嘞，好，谢谢。太贵了，我这已经包了，我当先放在先。到汤包。汤包。哇，多谢包姐的。汤包里的阿弟姐，我给来姐，给来包里啊。汤包这一包哪都有技巧的，这当个电锅炊炊有够好吃，好吃。你哪未来，我卖半箱皮啊。啊，这900块。哦，你甲看，你哪未来，我卖半箱啊。而且一包拢技巧的，这好吃香，好好吃香啊。这下间我加一只膜啊，你甲挂柜拖出来下加一只膜，电锅炊炊一包卖300，卖200，两百了。来两包嘞。包个10个，200块嘞。两包啊，两包，两包，两包。来吧，两个，三个。三个。两包嘞。好，等下过，等下两包够未矮啦？哈？你个啥物口味啊？四种啊，即摆加一个方便啊，方便嘛，做好食，内底加高丽菜，方便啊，搁迄个猪肉。诶，你讲啦，唔好买贵，是买买一包食，好卖一包咯。来一包啊！来一包。恁无外买小红糕，恁包恁买一包，拢有啊。好，我个小志伊讲要高丽菜水饺。高丽菜搁有方便，我先来画一个我公司上好食，最近卖上好水饺。伊这是好家乡，伊这好家乡的高丽菜水饺，这一包55了，唔免300-500，你要几包？你家讲，一包了。来两包了，来到啊！我再来一条，来。玉米嘛，可以的。OK。你这个一包。我买一包。一包超值。玉米啊。各人要来嘛，一包。你要玉米加高丽菜，我操。OK。好。来，先包一包。钱啊！一沙包，你买车啊？哦，哦，阿姨讲这个六百的，个人要吃水饺的无？100块的啊！这间公司的水饺是做好吃哦，拢有啊！牛肉的，牛肉我来摸。来，以上哦，高丽菜甲番麦你无买，你就一定要买牛肉，三选一。这包是牛肉，你老吃牛肉，这包你甲你分去准备那个地哦。哎，无我来处理。哎，两包。哦。啊，你若要食牛肉水饺，一包40，三包要200咯。来两包啦。两包啊。个人要食水饺，无200块。哎，两包。牛肉有人要来无？牛肉水饺，好吃哦，真正好吃哦。包贵了，我先帮你包一下。哎，几块钱？牛菜。牛肉。牛菜你要几包？啊，我处理了，你该收钱啊，我处理。啊，你先牛菜做一顿，帮我寄一包我了。好啦，啊，这来，我先讲我听。上面就鸡块，来边啊！给我加一楼啊！来这里。这鸡块含肉率80%，这东西用煎的甲煎的，气炸锅拢袂歹啊！一包100，两包300楼。来边啊！三包400，300块呢，鸡块。来来啊！鸡块哟！过来要食鸡块无？三包。鸡块过来要来无？阿舅话恁讲吼。结婚啊！等头前啊！头前啊！对啊，你看遐啊，对啊。看到我要开钱，你有人要吃200万嘛？全部都要结束啊！300、500、800啊，100嘞！来，给我！200万，100块，要分钱嘞！来，钱！200万，大家！好啊，结束！我计完成这包300、500，超过一斤当新价钱。来，套酒一包啊！没有了嘞，剩下花枝丸，那个鸭肉丸不好吃，
那个花枝丸比较好吃，你们沙发一样不？来，赶快一百块。来一百啊！最后一包上面一百，你要来让落去。一百了，那是哦，这两个毛对掉去。最后，来，大哥来。哎，好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。我只要把这个卖，我只要把这个用手了，我刚才还袂摆用手了了，爱食卖五包卖四包，三包上面食现捞啊！三包啊！把这个两要煎的无？两包啊！来无？三包。一杯三包现捞啊，三杯、四杯哦哩，五杯哦哩，六杯哦哩，七杯哦哩，八杯哦哩，九杯哦哩，十杯哦哩，六杯、十一杯、十二杯、三包。最后嘛，好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金龙沙士。最后一个啥？一杯、两杯、三杯、四杯、五杯、六杯、七杯。来两百找找三双。哦。两百找三双。你先挂起就这个了哦。两百找三双。计划跟我一起。我找点钱。来，小志，来抓饼给我一点，抓饼给我一点。啊，你老时间哦，必须要到毛毛后边。哦，咱会议啊，今仔袂记，你毛后边后边卡路应该有。啊，计划跟我一起。啊，不，你是加点，我来点，你来点啊。哦。这包是迄个，我来讲啊。葱抓饼啊，这一包十块，你甲蒸出来有够好吃的，三百五包面啊，一百了。来两包啊。两包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来边啊，一人一包啊。来吃啊。三个啊。来边。我一人一包啊。我装，我一袋，一包的。好好。这个一包无啊，一包。好吃。这个一包一包，这样子。来吃，小心啊。好，葱抓饼。要吗？一百块。哎，百啊。这个一包好吃。好吃啊。来，几个够啊？这几包。你两个无共人吗？你两个有共人，无过就是包了。谢谢啊，美女，感谢你。大哥，我看到猫，你过来徛这边。我来讲，今日红色的穿红衫徛这，白衫徛那边。好，啊你黄的全部徛这，带来你徛这，黄色的伫这，啊红色的一队，啊白色的一队，全部好徛好徛，拢来分拢清楚，分拢清楚。来，啊这我。我来给你介绍这，这什么人才咯？伊这就是鸡腿，伊这牛肉量啊，这拢无骨头。来，我来讲，我先送你物件，客气，我先送上。哦，你有当时啊提早来无送着，我提早送。这有鸡骨，这上好吃，是无？这上好用的啊，上好用的啦，不是上好吃。当时啊介绍物件，介绍了习惯，物件客气，啥物拢上好吃。连这鸡骨拢我别介绍伊哈，这鸡骨，这别人鸡骨来手摇摇，我送来手摇摇好，这无。手举起，你话你有买物件无买物件，我赶紧啦！手举起，我送。手举起，来喊我阿叔，卖闹卖闹，喊我，我先去牵着啦。来，我送，来你送啊，拢手举起。拢我送啊！你手举起，我就变过啊。阿姨来，你等下接我，来接未啊？来接未啊？好，阿叔。个人要送的无？个人要送的无？要送的你。来，我送你啦，要送的送。手举起就送啊！我慢太细啊，不要不好意思啊。来，过两位送来无？来，我送，我送。给我送，吃不落啊，吃不落，卖老的落啊，吃不落。哦，我送，这种好物件啊，这种用钱面那边请你的啦。哎，这我拢用钱面那边给你的啦，吃不好落啊，用机手接的，足济的啦，有够送的啦。嘿，拄仔伫阮公司隔壁，我听迄个经理讲的，啊想哦，来送哦，大家，这大家必需品啦，这卖东西，这大家拢一定用会到的啦。哦，一定用得到，拢有啊吗？有啊，来，这来送你。阿弟吧，阿弟吧，阿弟吧，我今日牵着我讲，咱送送个手机，礼貌来讲应该来收个。喂，喂，哎，来去楼顶。来，这个鸡腿我先问问，有人要食鸡腿的无？三百五百拢免啦，爱食鸡腿的时候免上啦，这牛肉量完美的啦，拢无骨头的啦。哦，你规支全部骨的啦，食看卖啦，三百免几啊，我免两百啦，咩啊？两百。我两支鸡腿哦，你我三支哦，你啦，我四支啦。啊，这我讲真的啦，五支鸡腿当场把你气骨骨来带死啊！这一支四只那贵，无贵啊！你今日我买两百，我讲我听，我加一支，这大支拢无骨咯。我加两支哦，你啦，我加三支来，一个人加出手两百咯。两百，第一名啊，两个啊。兩個啊你可以收啊，就先那食啊，今仔我无要急啊，我今仔先先那看。一支两包，两支两包，你食看卖啦。最后搁一个啦。来只，我这边一个。食看卖啦，这支鸡腿票你老贵个啦，这咱袂遐随意啊。买多少来赚嘛吼？哎，无险种啊，小弟。这完美。我求分咯。够两百也无无啊，来几个两包？来五百的。哎呀，是恁无买买一百食看卖啊无？买一百我试食看卖就无啊，卖搁浪些啊。有人要买一百无？有人要一百无？好吃哎！这真正好吃啦，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哈。第一个要啥？
来掏钱，这两个啊。我来讲，恁两个哦，真的袂当给钱哦，恁两个我一包啊。美女，美女，你再100给我，我再多送给你。没有了，再加给你100就好了。两个拢一包，这拢我全部都给，桌子都送给你们了。恁两个第一给钱，拢我恁两个啊。一包，给你，给你啊。那我给也要，那你五支也要，我真的要赔你给你们了。你们第一个拿的，我要赔你给你们了呀。100而已。来，你给咱的算礼客去，莫弄啥钱去。老弟，你太多了，别人了。来，你来多少变200下，你平平个一个。大概100再给出来多少？100块了。好，好。好啊，你听头我讲，你拿我再一定要买这算礼，咱的算礼上啥，你知无？市场上好的，拢无求水的哦。你这鳕鱼都不会缩水哦，你等下我来讲吼，你拢该用煎的，用吹拢会算，吼、哦，这蒜你拢过年了，这洗碗拢会当互恁看，这拢唔惊恁看啊，这拢写伫遮，工厂啥物过年了，这拢写伫遮，今仔你若要食蒜，你唔免千，唔免八百、500，哪要食无？来五百哦！蒜你若要给啥物吹无？这蒜你是好物件啊，各地两面的才水着，500哪要来无？五百，哪要真要吹无？来啊，恁买500是第五哩。这个拢有啊，大哥，你搞要食蒜鱼？五包。啊，是你有人要买啊？少的无？300有人买来无？有人要买300的无？300哦。